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都会像家人一样对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别人看到了，还以为我欺负你。你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哭起来怎么跟个小女子一样？我难受，不行吗？大家都对我这么好。 我不能这么自私。既来之则安之好了。留在这里，我还能替蝶衣寻找有关思南配的线索。只是现在还无头绪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这个娘！ 现在是男子，是个男子。哎呦，真顶不住了！蝶衣。 我和大家约好去登高，你会准备？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。好啊，杨子，今日重阳，你若是无事，不如同我们一起去登高啊。我知道你一向喜欢独来独往，但偶尔和朋友一起出去开心一下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<笑>啊，你们都在啊。<笑>祭酒，好好好，不必拘礼。 杨学子有个人要见你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好的。那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好好玩吧。嗯，我们会好好玩的。哎，蝶衣，他不去更好，我们快走吧。心远和独孤他们都已经等我们很久了。走吧。 爷爷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次去的地方，子安到了。嗯，子安不必行大礼，如往常便是。 是，前几日你提出方间极易案，是国之良策。大狱未来有你这样的栋梁之才，朕心甚慰啊。陛下过誉了。适逢重阳，朕特意带了些重阳糕给你。谢陛下。
不知陛下此次微服前来所为何事？朕此次前来是想了解你这里的进展。朕身边耳目众多，可信之人甚少，只有借着赏赐你的名义来这上一馆。只是这里还未有线索，尚无进展，子安会继续调查，不负陛下重托。无妨，重阳佳节，朕也许久未与你对弈了，不如今日来一局。子安遵命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好事，厉害啊！好事。小白，你来一个。啊。嗯。今日风景好，绿水秋山明，疑是同声玉，玉是故人来。怎么样？你这个。小白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诗要是让黑面神知道的话，他要让你创作诗篇100首，不，1000首，你自己好研究研究吧，仔。那我再写一首。哼。哎，蝶，哎，好写啊，我去找一下蝶衣。哦。爷爷，啊，爷爷，你是不可能跑这边来干嘛呀？你看，这是一只信鸽，它叫小哥哥。它能传信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真的？快快快，让我看一下。我教你啊，你把它抱出来。好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看着啊，待会儿我把它一放，然后我一吹哨，它就回来了。真的？看好了啊，小哥哥，走。哈哈他就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追追追追追啊！哎，小哥哥，等一下，小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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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别跑！爹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把你画弄脏了。爹爹，这鸽子彻底找不回来了。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把心远的墨弄洒了。啊，没事，墨水已经干掉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爹爹你别擦了，时候也不早了。这山医馆现在没什么人，赶紧回去洗洗。哦，对对对，快回去洗一下吧。行，那我赶紧回去洗一下，帮我留碗饭啊。啊，放心吧。蝶衣最近怎么冒冒失失的？哎，星月，这图案是什么？这应该是蝶衣刚才印上去的吧？哎，给我看看。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了。星月，这幅画能借我一用吗？啊？哦，好，谢谢。